每次收到厂商新的东西的时候呢，当厂商不敢面对镜头、不想面对镜头的时候呢，我的工作就出现了。这个品牌大家应该不会太过陌生了哈、，CEC， 好吧，家对坑了不少东西了。当然有好的东西，他就先拿给客人过来给我批判一下啦哈。但是现在好像没有货，但不久的将来，也许是年后，你就可以看到它在各大通路出现了。我先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啊，这里面很简单啦，就一个桌板，一个桌脚。只是你会觉得好奇，说为什么它感觉就两个配件而已？没错，它就是两个配件。这个就是桌板，铝合金的桌板，黑色的啊，黑色的。我现在呢，大家看清楚哦，这个哦，眼睛一眨哦，可能我就已经组装完成，所以大家眼睛要看清楚。我现在开始组装这个桌子了哈，打开这样子，压下去，搞定，桌子的脚搞定了。再来呢，桌板呢，它有点像是类似滑轨的，但是它事实上它不是滑，它是要滑。然后打进去这样子，搞定了，一个桌子搞定了。它的弹簧高分别是94、66。那我这么快速的大致完成，你会一定很好奇它到底稳不稳固？我自己本身帮你测试一下，非常稳固啊。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，它非常轻。你看呢、哦，我用手头这样轻松就拿起来了，它非常的轻。但这张桌子呢，除了快速的大致完成呢，刚刚说嘛。秒收桌，秒收桌，所以我现在为大家展演怎么秒收。补充一下，这整个桌子包含桌脚、桌板，全部是完全是铝合金材质的。这个收桌子哦非常快速，这应该是我看过有史以来桌子最好、最快收的。首先桌板先收起来，桌板收起来之后，对，我们先放到一旁 ，stand by。再来呢，这个桌子两边这个压起来，斜对角压过来之后，对不对？搞定，这样子就轻松搞定。所以一张桌子收起来要不要5秒钟？不用，两三秒的时间就轻松溜溜。好，这个就是什么？即将在年后跟大家见面的 CEC 的秒收桌，分享给你们。